们的全球流行天后，欢迎九零蔡依林。今年四月正式结束 Myself 世界巡演的蔡依林，最近现身巡演 DVD 预购记者会。演唱会首场从2010年12月台北小巨蛋起跑，历时2年4个月，共计35场。这次蔡依林特意将专辑发行日期选为与首张专辑《Jolene 1019》相呼应的10月19日，纪念自己出道14年之余，也算是送给歌迷的礼物。选在1019，那第一张专辑到现在也是几年了，然后每次歌迷都会在微博上面啊，要不然就是他们自己私底下会庆祝这个日子，所以今天终于让他们实现愿望，就是在这一天可以发行。向来喜欢在演唱会中挑战高难度动作的蔡依林，特意将今年台北巡演最终场为歌迷奉上的钢管舞环节收录在这张巡演 DVD 中。但蔡依林对这场演出的表现并不满意，为保证视频最终呈现的效果，蔡依林主动要求补拍钢管舞镜头，力求尽善尽美。蛮要求完美的，所以希望把真的很棒的东西，或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学钢管啊，把它当作是给大家的一个礼物，然后自己的一个回忆。因为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做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的兴趣这样。